OK， 我们现在在 SS6 打电话给那个子康，看他在不在。还是，喂，你又喺档口冇？有啦 ，OK， 我而家嚟噶啦吓，拜拜。好，最佳推介就是销魂饭。销魂饭，对，它价钱才11块马币，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豆黄肉碎。就像莎士比亚说的，玫瑰不叫玫瑰，它还是香的。哎呦，我进了素食之后，我变得有文化了，好像有墨水这样子啊。是9月初1，九月初一，所以我们要吃素。是，应该要吃素。虽然我们不是讲是宗教的什么成名者啦，不过我们就入乡随俗啦。所以先吃素，所以等一下你打个电话给子康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在 SS6 打电话给那个子康，看他在不在。还是，喂，你又喺档口冇？有啦 ，OK， 我而家嚟噶啦吓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到了。南前海南茶室 ，OK， 是啊，我们他之前是在那一边的，现在我们他讲他搬了，我们去找他，就是这样，在这一个角头的后角，我们去看看一下吧。这边左边的哈，我们走过去来看看一下。后面，来，你看看一下啊，然后也顺便给大家，因为他现在是在这一个南前海南咖啡室哦，里面租了一个档口来做这个素食，我们找找看一下哦。看它的档口是在哪里，然后这边的咖啡都很不错哦，咖啡茶餐啊都不错啊，看到了 VK 树 ，VK 树啊，这就是子康的这个档口，也是 VK Vegetarian， 然后最重要啊，它是 Vegetarian， 而且是 Muslim friendly 了，然后如果是讲观众，如果你要来吃的话，你就来这个档口来找吃。等下，我还没有试过哦，我们先吃，对，吃的好吃的话，我们再分享给大家。OK， 好，子康来了。我们那天答应子康呢，我们要来他的新店来做拍摄，然后今天呢刚好就是初一，九月初一，所以我们就来到他的档口 VSS6 的在档口，然后现在呢我们打算要吃什么？当然是销魂饭哦，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喜欢吃咖喱嘛，就点个咖喱羊肉咯。嗯， okay? 对，最佳推荐就是销魂饭。销魂饭，对，它价钱才11块马币，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豆黄肉碎。哎，臭豆哦，臭豆，然后这个是干辣酱肉饭，这应该是羊肉饭吧，如果没错的话，对，羊肉饭也是11块钱。然后另外一个，其实如果你喜欢吃那种拌饭啊，像那个泰国的啊，金金巴的那种啊，可以试试看这个生蛋拌饭啊。如果你喜欢那种生蛋啊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其实哈、哦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啊，在家里啊，妈妈就为了方便的时候，就打一摊在那个饭那边了，拌的时候啊，特别香哦。嗯、这个你可以试一试这个。那我们今天点的是销魂饭，对，羊肉咖喱饭，也就是干辣酱肉饭嘛、啊，对。这叫哦，这就是温泉蛋了。哦，这样的蛋呢、欸，这个蛋、哦、温泉的嘛。哎，下本钱呢，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生蛋拌饭的蛋哦，比较有素质的蛋。哎呀。这边的咖啡还挺好喝的，所以它叫南泉海南茶室，然后一杯大概是3块3.5块左右了。这样咖啡，哇，好喝哦，真香！海南冰，南泉海南冰哦。对，它咖啡其实不错的，另外一家其实也不差了。脆皮，因为炸过，然后又香甜，这叫销魂了。这是什么？素食的酱鱼仔。这是销魂饭。哇哦，它里面这个好像叉烧肉，对不对？哎、还有一粒蛋，还有一些酱，哇，很特别。哇哦。特制咖喱汁。
先点先煮的。哦，这咖喱汁要煮到它浓稠起胶，那才算哦。哇，喷香喷香的臭豆啊，这是我的最爱呀、啊！耶，香不香？臭豆啊，真的很香啊！我先吃臭豆啦，因为我喜欢香一点，我吃到味道了啊。那你拿一点白饭试试看。哇，香啊，臭豆味道。嗯，它的臭豆是马来西亚臭豆来的。嗯，马来西亚的臭豆比较香，而且成本也很高。好吃，如果你拌饭的话应该不错。啊，那我再试试看下个咖喱羊肉，你喜欢的咖喱。咖喱是特制的。那羊肉呢？那个原料呢？就是香菇根。嗯，咖喱真的很香哦。很香哦。我都可以这样子喝下去哦，配在饭上肯定是不得了啊，也是很棒。然后它这个里面的酱料哦，哇，做得很像羊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试试看一下哦。不过你没有讲哦，很香的，比真正羊肉好吃，因为真正羊肉还有股骚味啊，很好。然后试试看这个，你吃叉烧，这叉烧是面筋来的。这是消魂饭里面的叉烧，看啊，嗯，哇，它的这些素菜哦，做的真的好吃哦，所以 PK 素你们一定要来吃，嗯，好吃哎，啊，香，来，来你试一下看这个，这是素的江鱼仔，素的江鱼仔，啊，这个有拿来炒臭豆的。哦，特别，不过呢，这个的味道太香了，它盖不好了，真的很香。哎，来，这个吃一个叉烧吧，来。果然是很 OK 哦，香对不对？因为它前面刚刚油炸过，然后就是那个酱汁，就是那个叉烧酱汁香甜。对，啊，老是哇，很下饭啊。很下饭，对，那你再试试它的咖喱。咖喱羊肉好吃。羊肉的食材是什么？冬菇脚。嚼劲也很好，所以你配着饭吃是好吃哦。入味哦，因为大火去拱它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其实要去血，有些冬菇脚他们弄的可能是会比较软软的。哦。配搭的上。哦。所以是原食材不一样，也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对，现在还会在想说要怎么样弄到把那个豆腐脚有那个骚味。哈哈哈，它有点像羊肉样子哦。哎，我是臭豆控来了，所以看到臭豆，哇，我叫他特地付给我的。特地加臭豆给他。哦。好吃哦，你很厉害煮哦，我觉得。吃了你这三种哦，我都觉得好吃，因为我一向来不喜欢吃素的啊，他知道的，我不喜欢吃素的。不过你这几道菜吃起来真的是真心的，真的好吃。你之前是自己煮食堂煮吗？啊，可以说是自己学煮啦，有天分，而且这几样很好。其实你这不要讲羊咖喱都好啦，其实它的味道都很好吃的，都不需要去加骚味了。我觉得这个咖喱的话，我们是有特制的。自己的一个 recipe， 不错啊。而且叉烧呢也是选过的，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叉烧厂家的叉烧都可以做出来像类似这样，这个，是酱劲口感而且香，它的味道，它的那个酱哦的味道哦，哇，很香。曾经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吃那个肉的。然后他来到市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你的叉烧也不是一样，那没有什么分别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你试试看，吃了的话，如果是你觉得不好吃，你不要吃，然后我就请你收钱。”结果我就回去厨房，我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清光了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好不好吃？然后他问我一句话：“骗人！”我骗你什么？你这个根本都不是摘的。
我说不管要怎么打他，我一直在的，因为我其实是素食馆，那是之前的餐馆。OK，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马上叫龙一个点。结果他就把他也素食馆。我不能够看梅姐在吃，我也要吃了。OK， 小文罐，小文罐，小文罐，这个搅拌来，我搅拌起来，然后就一直打，来，然后就看我这样子吃，来演，来演一下，来三，一开始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要这种豪情，豪情。这副眼镜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好吃。哎呦，销魂了，销魂了，销魂的感觉来一下，销魂的感觉，来表情朋友演一下。哇，现在是把咖喱汁加到那个销魂饭里边，更销魂咯。对，哇，赞哦！因为那个咖喱汁现在配上了那个叉烧汁，罗家的口味，对，很好吃。要会，它这个汁也是很好吃好的，只是那我比较贪心啊，我两个都要。很下饭啊，下饭更好吃。你拍我，我拍你。来抽肉。你拍我，我拍你。配上的饭都有配这个香菇油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我特别这样讲，只有我们做没有人，其他人做。想到这样子配的话会比较香一点，对，会香一点，就好像我们讲猪油炸饭上面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梅姐吃不够啊，小梅姐吃到叉烧肉跟我一样觉得超好吃了，因为我吃比较多，是吧？她嘴馋。这其实哈，我对吃素哈，我自己是不太好的啦，特别是我会讲。小粉对不对？一个小粉的样子。颜料啊，还没有拍到啊。关了，够了够了，看、啊，现在这个给你吧。确定？对啊，看你流口水。哇，你看我们都是光盘啊。我们光盘的哦。我们光盘。咖喱羊肉啊，然后臭豆啊，然后叉烧香焖饭啊，光光了哦，我连这个我都吃了。哇，真的太值得了。他有这样子卖，没有，我们刚才是建议他这样卖，就是一盘这样子卖，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去吃其他东西，然后专门来吃他的这个叉烧，对，好吃，因为11块值得。因为我们也吃过很多的素食的那个叉烧啊，我这一次是试过吃到蛮好吃。他有诚心，他要出来给你喝，他再重新炸了一遍，先炸过了，然后再就是你吃的是烧烧的那种，不是冷冷冰冰的，所以这点是真的很有诚意。平时有吃素吗？平时初一十五有时候，或者是平时都可能会有，不一定。第二题，为什么做素食？为什么做素食？投缘机缘，然后刚好又觉得是素食，我不杀生，这就叫不杀生。第三题，几时开始做素食？5年前。第四题，做素食有什么挑战？挑战蛮多的，其实因为基本一般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都是猪啊、肉啊、鸡啊、羊啊 ，OK， 都是这类的野味啦。然后如果是素食的话，其实它的局限很有限的。哎，很有限啊，它的有限。你不能煮太多的东西，而且换来换去都是菇啊、菜啊，然后不然就是一些所谓的猫蜜啊 ，OK， 淀粉之类的东西啦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对？做出很多不同类型的菜式，然后是好吃的，所谓的佳肴。好，还有，我就想问哦，像我们吃叉烧哦，哎，有人会说，哎呀，你在口不在心哦，你怎么讲呢 ？OK， 这个经常我们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很多人好像前几天我都有一个人就问我说。你是卖素食的，为什么你要放什么鸡啊、家里鸡啊、羊肉啊什么？然后想来想去就很简单的，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？陈先生是吧？陈先生，我叫陈先生，或者是杨先生，我能叫你黄先生吗？对吧？已经在人家的脑海里了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怎么样称呼你呢？不然叫你什么？哎 ，Hello。
这样子吗？嗯，你们有一个账目嘛，那你就把它套一个名字下去咯。其实素食，你自己的心是吃的是最重要，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嘛。然后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名字，对吗？大斯比亚说的，玫瑰不叫玫瑰，它还是香的。哎呀，我做了素食之后，我变得有文化了，好像有墨水这样子啊，还有墨水啊。对，好像我们做的叉烧，比如打个比方说，我会把那个叉烧做到的味道，跟一般人所大众化所谓所向往的叉烧的那个汁啊，那个口感的那个味道，但是我这个不是肉，不是猪肉做的，也不杀生，是面筋做的，就这么样。而且有一种功能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不吃素食的人吃了之后，可能会引导他，哎呀，原来素食也可以这么好吃的，不要那么排斥素食啦。对我而言呢、啊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呢，就怎么样呢？就是以前呢，很多人就想到说，哎，吃斋吃素食，其实要懂哦，吃素跟吃斋是不同的东西来的。OK， 是有分的，可是要分，要给我讲解给你听的话，就很长时间的啦。那缩短那个不讲了。OK， 然后所谓的是这个叉烧，我们讲的是叉烧一个名字，然后素食吃下去，你会觉得健康吗？对吗？然后你不杀生，最重要是不杀生啊，没有那个毒素，那个重点在这边。